林大姐，哎，各位女监事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好。啊，起来我就不用再称呼了哈。这个2024年啊，这过年即将来临，首先我先跟各位拜个早年，啊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那有关今年的选举已经落幕了哈，大家平常心看结果，也非常感谢各位对本党的支持照顾。虽然不如预期，但是啊，大家努力过了啊，回归平静，啊，回归平淡，好好的过个新年。那有关青基妇女会，在社会上做了很多的活动，包含了捐血啦，这个社会公益啦，啊，闹军啦等等。所以青基啊，不管是哪个协会，对台南的各地方的一些服务跟照顾啊，都做了很多。那个有关台南啊，莫忘世上苦人多。当然啦，农历新年即将来临，但是社会上还是有很多贫困的一些家庭跟一些街友。这个陈理事长啊，清明节也做了非常的多。各位理监事啊，也对社会上一些贫困的人照顾了很多。我相信啊，未来在清明节的这个指导之下，我相信台南青基妇女会蒸蒸日上，哦，组织会更壮大。最后祝各位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谢谢。